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联播网人民最大声。来，今天的节目现场就在高雄，而且今天没有其他的来宾，我们好好的呢来谈谈最近几件呢大家所关心的事情。当然现在在台湾，而且今天早上，哎呀，这个台湾的媒体特别跑去香港去做连线了，看到这陈同佳在九点的时候已经出狱了，然后呢在这个牧师的陪同之下，大家一度现在还在追他有没有可能等一下中午，可能此时在是不是在飞机上，可能会不会就到台湾。那到了台湾之后，我们台湾到底怎么处理，收不收，他是通缉犯对不对，要来投案台湾你现在到底卡在哪里，等一下来聊聊。好，其实在昨天的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蔡总统有自夸他自己说这个他的政绩是非常好，所以在台北有些看板是特别把这个蔡总统的政绩用这个大看板给这个写出来的好，那他用嘴巴说的时候，其实在前天10月21号，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那时候蔡总统他到那个彰化的田中镇去帮忙那个女镇长去助选的时候嘛，他就顺便下乡打一下他的政绩牌，说我是这个最有效率的政府好，那这个我觉得候选人很好，因为有自信嘛，他当然讲，但是其他这个应该他到底是做得好不好，应该是人民来检验嘛，对不对齁。好，那人民检验的话就很快，他10月21号说他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这新闻要播两天，昨天新闻还有在播出来的时候，但是同样另外一个新闻呢，马上刷过去了，把它盖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民进党籍云林县议会的副议长苏俊豪在昨天上午发表了退党声明。好，他退党到底这件事跟蔡英文最有效率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刚才讲了，蔡总统有自信说自己很棒，对不对？有效率的政府，好，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真正在基层，我们透过苏俊豪他所发现的人民的声音是什么呢？好，我们看苏俊豪他讲说，他表示了这个民进党执政主张同婚立法一例一休，还有年金改革溯及既往，还有老旧柴油车的汰换，还有那个蒜口大量的进口，很多的这个政策都忽略了基层人民真正的感受。所以呢自己说好是该赞啊，很有自信啊，但是呢如果只是自吹自擂实际上没有得到认同的话，那也是真的是不行的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证据可以去显示是不是说真的是不是最有效率的政府。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现在还在烧洋垃圾吗？这个新闻其实热烧在2017年跟2018年，可是那时候很多人讨论是因为什么欢乐啊，担心啊，政府那时候都不作为啊。因为为什么？因为2017年的8月，中国就跟世界讲了，嘿，我不收洋垃圾了哈，我不收了哈，我提早一年告诉你。但是呢我们台湾政府到2018年的10月，也就是隔了14个月之后才做出反应。等一下哦，2017到2018是谁执政？不好意思，也是蔡英文总统所以这个效率晚了14个月，我不知道效率算不算好。这个执政党呢，说起来老实讲一定有一些政绩应该是不错，像芭辣我们现在可以出口到美国到加拿大对不对？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政绩，但是呢政绩跟政绩之间会不会产生互相的抵消，其实有时候并不会说这个好对不对，然后这个坏那我们就觉得说那一好一坏可以抵消，没有呢。其实我们是看事情。好，把它可以出口这件事情是好的，但是如果这垃圾在台湾烧造成了空气的污染，而且呢要处理这些垃圾要费很多台湾的水跟电，也就是能源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好吗？尤其是台湾的空气已经差到什么程度我们特别住在高雄，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工业的城市嘛齁。好，那所以呢我们最近是不是已经进入这个圣诞天齁，就是应该还没立冬吧齁，但是就是秋末冬，我们已经发现空气开始不好了。我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怎么样了，就是那个呼吸
开始不舒服了，然后眼睛红的开始眼睛红了。所以呢，今天台湾烧洋垃圾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去年的新闻还是前年的新闻，而是现在都还在进行式。那这样子烧，有人在讲说这一烧啊很好啊，我们台湾本来不是就是很厉害，我们会把垃圾变黄金，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个什么把它回收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对台湾经济有帮助吧。可是后来数据打脸了，因为为什么啊？你进口了一些纸进来啊，纸你可以回收，我们不是垃圾可以变黄金吗？可是没有，你进越多，可是呢我们真正需要纸的厂商其实跟国外采买的数量还更多，这就奇怪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烧的这些洋垃圾的这些品质，其实呢对于台湾的环境甚至土壤的伤害是不是还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这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讲。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网络上我看大家又开始在传，我看到一下哈，什么唐湘龙讲的什么垃圾政府，这不是已经是去年八月份李彦秋那个为你选读的在 YouTube 上面一个旧的讯息了吗？可是后来真的看一看，这件事情竟然还是进行式齁。垃圾继续烧呢，那我们不但要用废发电，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还要很自豪一下，其实台湾人的肺真的很强。所以呢烧洋垃圾大家进马龙不要进，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等一下我会让你看图片，人家菲律宾杜特地对不对，我最羡慕他的狂是这样子，加拿大的垃圾要送到这个什么这个菲律宾的时候，杜特地说你们加拿大人，你们那么多垃圾你们自己吃掉啦齁。然后呢我垃圾你们给我运回去，还有什么运费你们还要自己付，对不对？越南也不收了齁。但是台湾居然还收这个第二段要好好讲。那我们先来看看陈同佳的这案子。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齁。我们把这个一些情况跟听众朋友，我们到底要不要收这个陈同佳啊？现在在讨论，搞不好人家已经坐在飞机上了来，听众朋友可以现在利用脸书那如果你有抓到最新消息，因为我现在人在这个主播室我也没有办法看到最新的消息。好，来主要的我们看看陈同佳到底应该收。我们就先讲一个状况好了，陈同佳目前是被中华民国所通缉的一个通缉犯，对不对？这个通缉呢一直到2055年的8月17号都还有效。啊，换句话来讲呢，他是被中华民国通缉的一个犯人。这个犯人他如果等一下他就要坐飞机来，然后他要来跟你投案的话，你收不收？建护工没晒没晒哦。熊姐这有政治的那个哦。第一点你一定要跟我司法互助哦。哦，对不对？啊，你那边有证据，对不对？啊，你那边应该先办啊，对不对？啊，你怎么要给我送来这边？你是不是要把我台湾中华民国打入一中框架，说我们是你的一部分？好吧，那你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香港政府用两件事情告诉你：第一个，他遇到陈同佳，为什么陈同佳才刚出狱？他当时审他的时候有没有审他杀人这个案件？没有嘛，对不对？他被关是什么？是因为他洗钱跟他偷窃，所以呢，好，洗钱偷窃的今天也关出来的。所以杀人案这个部分，本来香港用事实告诉你，他不是要先栽赃你，因为他当时他就不是他没办法审。好，那最新的消息，这在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我已经把画面截取下来，他马上回应了陆委会。好，这个陆委会不是跟他讲说你应该先处理吗？来，我们看看现在脸书上的画面，这是由港律政司已经回应了我们陆委会哦，这算官方回应哦。好，他直接告诉你说什么，香港是奉行属地主义，一般只会在全部或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香港的境内，那么才会有司法管辖权。他是属地主义啊，我们台湾其实也是嘛，那台湾作不作为？台湾前段有作为啊，所以台湾在去年的这个在去年的12月3号的时候已经正式通缉了陈同佳。你看不涉及政治的时候，只用司法来办理的时候，这事情呢清清楚楚，台湾也一直有在动作。但是现在是谁先政治凌驾司法了？
这个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政治凌驾司法是谁？所以他开始考虑说，你是不是政治因素？你要先跟我司法互助，然后呢，哈，你不要给我打入一中框架，哈，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呢，透过谁？陆委会开会的时候不也出来讲了吗？他很怕台湾会因此因为陈同佳事件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既然你们就是有政治的考量，那何必嘴巴里面就是硬扯说这不是政治凌驾司法呢？何况政治凌驾司法的事件，这个不是什么新闻吧？我们都不知道阿扁总统那个事情会不会让人家联想到呢？好，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图片。好，第二个图片它告诉你的是这个的进阶，在同一个新闻里面，也是港律政司回应陆委会，他回应说，这个香港前面不是告诉你吗？它没有发生在我这里啊，对不对？所以不是我的司法管辖权。然后进一步告诉你说，任意要求检控机构在没有充分证据和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提出起诉，既不负责任，也不符合秉行公义的原则。好，听众朋友，请问陈同佳那个案件到底发生在哪里？伊的人吼，他把他女朋友吼带来台湾，对不对？然后呢，把他杀害在台湾，一尸两命，发生的地点在台湾，这大家已经知道了嘛？那你觉得当时发生的所有的那些情境，所有的所谓的叫做证据，比如说物证来讲，你觉得在哪里？不会在香港吧？所以我们台湾一直去叫香港要处理什么问题，他那边有什么证据？请问第一手证据到底在哪里？还有尸体在哪里？不在香港吧？也在台湾吧？那当时有没有这个验尸的证明？还有一些初步法律的调查？你们如果没有这些调查，你是怎么把陈同佳列为通缉犯的？是吧？你已经觉得他就是有犯罪的事实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才能通缉他啊。好啊，那你台湾之前在没有所谓政治干预的时候，你就司法应该不是应该要独立吗？好，你独立好好的办理嘛。我们先慢扯政治好不好？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先从司法的层面来讲。所以香港他之前他就没有办杀人的部分了，所以他已经用事实告诉你了。第一个，我没有先要政治栽赃你；第二个，这今天早上在各大新闻，这台湾的新闻的画面，为结局出来的香港的律政司，他也白纸黑字的跟你回应了，你陆委会的，你陆委会是开记者会回应嘛，对不对？好，那我律政司也透过记者媒体也告诉你嘛，哈，好，所以呢，你要求我做什么？但是我怎么会有充分的证据呢？证据不是，证据应该在你台湾吧？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嘛，哈。那我们台湾之前也都判了他嘛，你不过判他，他怎么会变通缉犯？好，那现在这个通缉犯，搞不好等一下就要来了，对不对？他来，他要投案，就你台湾，你不收他吗？好，到底是我们收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哇，陷入一中框架，我们哦就变成什么中国的一部分，是这样吗？还是你今天你不作为，你不收，然后你才觉得是说，哎，我不办，我就没有陷入你的一中框架哦。哎，那请问，司法的管辖权不就是主权的一部分吗？那照理来讲，如果司法管辖权是主权的一部分，那你应该要很严正的、很有 power 的。对不对？辣台妹真的要辣台的话，你不是应该 hold 住我们的主权吗？那你就应该怎么样行使你的主权。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心理上我们还是很害怕中国，所以你就很怕说，哦，不行哦，这样有个 QQ 哦，这样会被你拉过去。其实你心里怕他，而且你常常有附属中国的那种内在的恐惧感，所以你才不敢行使你的主权。你不敢行使你的主权，就是不敢去执行你的司法管辖权。所以你要敢行使你的主权，我才看得出你的态度啊。就你连主权都不敢伸张，都不敢行使，那不是号称最会捍卫台湾主权的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蔡政府，你这逻辑上面会是不是会让人家很觉得非常的奇怪？哦、好，来现场时间11:15哈、哦，脸书、哦、哇，好多人留言，那我们待会我们的会哈、哦、来回答，因为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哈、哦、的那个逻辑上的一个冲突，还有如果这件事情陈同佳，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的案子是这样呢，这还是蔡英文总统跟回答香港记者，他说你是香港人，你们香港的公民呐、啊，哈、哦。啊，香港人在台湾，但你们杀的也是香港人，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事情不是应该你们先处理吗？好，这个真的不像法律人讲的话，但是我们先回答，香港人杀了香港人啊，在台湾，所以我们就可以怎样？我们就不行使我们的司法管辖权了吗？反正都是你香港的事，你们都是香港公民欸，对不对？管你是杀人的人还是已经被杀死的一尸两命，因为反正你们都是香港人呢。那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啊，那以后世界各国的人，在全世界大概有200个国家啦，哈，我们现在跟我们还有这个邦交国的15个啦，哈，这15个应该愿意跟你司法互助啦，好，对不对？可以扣掉15个好了。哦、那你还有185个国家啦、哦、再给你扣掉关系你说很好的美国啊什么日本啊一个民主的英国之外啊，对不对？我都给你扣掉好了，这18个我全部给你扣掉的话，你还有多少？你还有182个，是不是？你还有182个国家、欸、那如果大家以后都这样、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预谋的欸，你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预谋的、欸、那以后如果大家都来看是要黑道大车拼，还是要来情杀，还是吼来预谋杀人，但是他只要不在他的国内留下任何的证据，对不对？他只要不在国内留下任何的证据，他来这边哎，就像陈同佳，陈同佳搞不好是临时起意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来这边之后，他可能才知道说，哇，原来他女友怀的那个孩子是别人的孩子，所以一时失去理智失控啊才杀。那他知道这个消息是在台湾知道的还是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他可能在香港知道说不爽的时候他就预谋要杀他，其实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审啊，对啊。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多可爱，我们台湾现在在想说没有呢，我们觉得啦齁，他还没有审到陈同佳哦，我们先判定说他应该是预谋杀人，说你香港应该先办、啊、因为预谋杀人先发生等于是在香港啊。可是问题是你都还没有审，你怎么知道？然后呢，你之前都不讲这个时候，你先判他已经是通缉犯了，你已经觉得他犯罪的事实其实是确定的，那你还没审，你怎么用如果或是想象他应该？这就是一个逻辑上很奇怪的道理。所以既然我们说你也不要再用想的了，你应该就是你当时你怎么通缉他，而且你通缉他到2055年8月17号，现在都还在通缉期。如果今天陈同佳等一下过来，然后呢他来投案，你不让他投案，真的是国际的大笑话，又何止呢？一个国家不敢行使自己的主权，不敢行使自己的司法管辖权，真是何等的自我矮化。以前呢，在一些渔船，你知道我们有些渔船会远洋渔业嘛，哈，那在别的国家也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台湾呢，哈，这个检察官哈还会想办法去怎么样去争取说这个案子，哈，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个能不能比如说交给我们来处理？我们都还想要伸张我们的司法管辖权，要去伸张我们的主权，对不对？哎，以前在遇到这种案子的时候，司法管辖权何等重要啊！你会把它 hold 住哎、欸，可是。今天陈同佳这个案子，你却感觉这样的在第一个时间你就是自我放弃，然后讲了一堆话，这些话听起来不就是非常的政治吗？因为你怕陷入一中框架，因为你怕，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政府怎么让人家感觉其实在怕中国，你怕收的这个就会变成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怕它是一个政治的陷阱，所以因为这些政治的想法就影响到真正在司法里面的独立的程序，对不对？那司法还有什么公平正义？那你政治的黑手不是其实就已经伸进来了吗？对不对？我说那难怪大家都会想说，奇怪，阿扁现在为什么健康这么好还在外面，对吗？所以大家对台湾的司法是不是就会失去信心？这就是吕秀莲总统说为什么在论文案的时候，这个论文门大家遇到他都想说，哎，这欢迎刚洗什么人某某人亏耶，这个案子在台湾有办法再继续查下去吗？对不对？所以大家因为陈同佳这个案子是不是产生了，其实第一个，台湾的司法正义何在？第二个，台湾的主权正义自己其实都没有胆敢行使。好，那遑论说要 hold 住台湾的主权了，实在是让人家非常的心寒。来，广告之后回到现场，你所收听的是人民最大声，谢谢。来，我们进广告。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在这儿有一个最好的方法要跟您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我们若要困进前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债主，祖先我们的心内会更加平静，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哇！稻秋香提膏真好用，牙周发红、会肿，改善了袂歹。对啊，起膏的气味嘛袂好，皮了袂爽快哦。稻秋香提膏成分纯，佮实在，互你退红、顾牙周、细菌清除掉，改善有感觉。有倒加水气，嘛会当用哦。稻秋香提膏0800-893-893，0800-893-893。阿乐，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哎，你有好建议吗？那就找全球租车啊！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全台专业副驾，各种车种，包含礼车、轿车、休旅车、大巴、中巴、小巴，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哇，那实在是太棒了！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喽。商务接送、旅游接驳、专业包车，就找全球租车。电话0783-19037，8319037。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来，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人民最大声。我觉得呢，其实要评论聊聊陈同佳这件事情呢，哎，我们其实也真的好来看一看一些的相关报道。来，中央社在昨天的新闻，这在网络上大家都抓得到，都能够抓得到了，标题叫做陈同佳案，陆委会呢批港府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拒司法互助。好，这个到底呢，我们政治有没有凌驾在司法之上？好，我觉得这个用嘴巴说不如看你脚往哪里走，对不对？脚往哪里走呢？那我们来看看陆委会呢开了一个这个记者会。来，我们看这个新闻里面，针对香港政府20日晚间发布有关台湾杀人案的声明，陆委会疑称，怀疑的疑称，台港无刑事司法协助，那么港府呢如何积极依法配合，且将台湾视为中国一部分，至台港间不能进行司法互助协商。好，司法互助这个部分呢，大家之前应该听过，就是说我可是跟你要国与国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现在也不知道
不可能再跟你国与国，尤其是香港这边嘛，怎么跟你司法互助呢？好，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又往司法互助去讲的话，其实是不是又把它推回了政治？是不是？对不对？因为心中蔡政府还在想，因为你都要把我们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啊，你就是要透过这个案子把我们打入一中的框架当中啊，所以心中悬念的不就是这些政治的因素吗？好，那既然你心中就有些政治的因素，那你应该去看一看说，那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讲都是讲，而且我还是最能够捍卫台湾主权的。好，可是呢，做出来的事情怎么逻辑上面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说一套做一套，说很厉害，听起来真的是雷声轰隆吓死人，但是呢做起来真的是胆小，可能真的要笑死人。这个呢，自己的司法管辖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等于就是国家主权的展现，但是呢就因为自己心中的害怕，然后呢他其实不敢去行使。好，但是呢就是讲了三套剧本，这个剧本呢其实很快，我想这个进展是非常快的，如果陈同佳他要来的话啦，哈，来，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听众朋友给我最新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已经坐上飞机，如果来的话，那你看看这个通缉犯，中华民国通缉的通缉犯，特别从香港坐飞机要来台湾投案，你看看好，我们中华民国敢不敢收他？他的第一套脚本先告诉我们说没有呢，其实哈，最新第一手消息说要注销呢，是不让你来呢，对不对？你来了，我还是给你遣返回去呢。刚开始第一个口径的讲法是这样嘛，哈，对。那现在呢？因为说有三套脚本，好像三套脚本，第一个就是说，那你来，哦，那你来好，啊，我要被抓起来。哦，就说好，我要抓，但是这个抓是，哎，那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呢？但是呢，也没有这么确定。哦，我觉得是不是他等一下人到了，还要再打电话，再问一下蔡总统说，是不是那个抓的定义，哦，是真的要把他直接送到法院，真的是让他入境了吗？哦，因为现在嘴巴讲的都还先不算哦，对不对？啊，说要来给他注销，这也很奇怪哦。现在那个注销他其实也是嘴巴讲，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注销。哦啊，所以等一下来，是不是等一下还是给他入境？不知道哦。好，好，那说还有一套脚本哦。哇，还有一套脚本，那是怎么办？一个收嘛，好吧，一个先不收，好，哦，一个收嘛，哈，哦。那第三个，哎，不知道。第三个，因为还在想，因为他说这是同时，这事情很快，哦，所以其实感觉都是有先放风声。好，那其中有一个风声一直告诉大家的是说没有，因为这是来我们看看谁讲的哈，来我就直接讲了，我在评论无双看到那个郭正亮，还有一个姚姓的哈，这个媒体评论者啊，姚姓媒体评论者那位姚小姐，她讲说没有，蔡清祥也有讲，好，法务部部长也有讲，她说哈，他们已经哈，觉得啦，就是他是预谋杀人，那预谋杀人的第一个点，所以应该是香港，所以你怎么现在可以叫他来呢？所以是你香港该作为而不作为。好，听众朋友，鬼打墙了，你都还没有审呢，欸，你自己先觉得他预谋杀人，反正但是你的通缉令却已经出了嘛，对不对？好，到底是你脑筋里想的跟你真正出了通缉令哪一个高过于？当然是法令高过于啊，所以你的通缉令你要不要先行使？何况你自己觉得他预谋杀人，你人都还没有审，你更没有明确的证据，对不对？也没有对方，哦，的这个口供说对对对我就是预谋，没有嘛。但是你今天却因为真的政治的考量，你先真的就很怕，你真的就不敢收。那我现在想说，到底我们主权的尊严何在？我们的司法管辖权，对啊，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放着不敢行使，那你下次来我讲了，下次如果外国的人，刚才不是有算了吗？
大概那如果这样，大概182个国家嘛，对不对？哈，你就算世界上大概有200个国家，扣掉15个邦交国跟3个跟我们比较好的，什么美英日啊，对不对？刚才不是要扣掉18吗？把这个讲完，所以182个国家，大家就是真的是这样啊，看是你哦。看他不顺眼抢你财产的，还是又要来情杀的，还是黑道大车拼的，对不对？没有在该国留下任何证据，然后呢犯罪的人全部都是，我举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叫做 X 国的人来这边又杀了他们 X 国的人，那台湾政府下次又要来讲说就跟这个案子讲的话一样啊，你们是香港人啊，香港公民，香港人杀香港人啊，好像一副跟台湾不也是属地主义吗？啊，这时候台湾就说可以不用管，那以后台湾的司法是不是都比照这样子办理？所以以后台湾就变成犯罪天堂，大家弄来加台的话，而且杀的，我跟你讲说，我没有杀你台湾人，哇，这不是太讽刺了吗？对啊，那所以回到司法里面，请问只单纯根据司法，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个案，你真的你防不胜防啊！你不知道下次是不是大家其实有没有预谋，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他来这边啊 ，X 国又杀了 X 国啊，你就说像香港杀香港一副，反正都不关我们台湾的事，我们的属地主任什么司法管辖权好像都可以放着，反正我们都不管嘛，对不对？甚至于如果真的这个通缉犯来，你今天真的不收他的话，哇！太精彩了，真的完全不管欸。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国际大笑话，而且真的可能真的会成为犯罪天堂。这个还不是只有所谓的杀人的案件哦，这个会不会衍生到其他，包括在金融上面很多的犯罪，因为都没有属地主义，反正台湾你的司法管辖权你都放着不管的话，对不对？我就是把你台湾搞到迷迷冒冒，搞到乱七八糟，反正你台湾也不管啊，反正你会说那是你们 X 国跟 X 国的事情，对不对？你们是 X 国的公民。那如果这样的事情你把它套入陈同佳的这个案件，你们觉得香港人反正杀香港人，所以是香港的事，那请问这样子你们听得下去吗？那台湾以后真的就会成为一个犯罪天堂。就这个我觉得这逻辑为什么大家真的会讲说很多人其实只听到香港人，香港人，那是香港的事情。我说这是什么概念啊？所以台湾是怎么样没有法治的国家了吗？所以今天回到司法，讲100遍，回到司法其实该怎么处理？他是中华民国的通缉犯，他今天其实要来投案，对不对？你应该以伸张中华民国的主权，叫做司法管辖权，很有勇气的其实去处理这个事情。你不敢处理，你还在怕被套入一种框架，你就是在怕嘛，对不对？可是你怕的这个部分，现在已经有国际事实告诉你了。国际事实就是当陈同佳他在香港，香港人有没有先去审他的杀人案的罪？没有嘛，对不对？然后你要香港政府回应，对不对？人家律政司这个画面我还在留在脸书上，他已经回应了陆委会，他告诉你我个国家，我就是一个属地，一个属地主义，所以你不是发生在这边，我怎么审你嘛？好，所以呢，香港该做的就是做给你看，我没有审。香港该说的律政司也跟你说了，那你中华民国还没有胆吗？好，来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好，下一张这个投影片呢，就是蔡英文总统哈，来这个来自应该是台视吧，哈，对不对哈？啊，一刀未剪看新闻了，对，台视新闻，这个蔡总统你看在回答这个香港记者啊，而且这个哈绿色媒体还特别讲说，你看，真的全部都是阴谋啊，不是阴谋的话，你看找了这个媒体，这背后的老板是谁？大陆的政协。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他们其实都很关心，在看我们台湾会不会傻傻的掉入陷阱，对不对？好，所以呢，那跟你讲说，呛回去，我觉得，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讲话
呛的话，手段应该要相对要霹雳啦齁。他说是谁政治凌驾在司法之上？最后啊，你明明做法就是你连说法陆委会出来也都讲了，最后呢你还是敢硬呛回去。我就是真的眼睛说瞎话欸。然后呢，好，就是那句话，你们都是香港的公民。对啊，杀人犯是香港的公民，已经过世的一尸两命被害者也是香港的公民，所以很多人因此就会模糊了焦点，想说以为真的都是香港的事情，这不是，其实一切呢还是要回归到司法。所以跟听众朋友讲，今天呢如果要展现中华民国的主权的话，司法管辖权就是主权的一部分，所以呢应该要很有勇气，很有勇气的在处理陈同佳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看看脸书齁，来谢谢沈珊妮的安琪加油，也谢谢我们的云天书。哎，周尚琴说早安高雄，苏珊·福门说 Hello 你好，王志雄说蔡黄是住在云端上，云端下是看不见苦民。我觉得这个很感慨的，特别就是苏俊豪昨天退出这个民进党，他的退党声明直接哦就有点出来的，他说民进党执政主张同婚立法，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硕及既往，还有老旧柴油车汰换，记不记得当时的老车事件，还有蒜头大量进口等多项的政策，都忽略了基层人民的感受。所以真的欸，你不觉得啊？可是他嘴巴还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最有效率的政府。好，所以我们最后一段来讲，最有效率的政府，等到中国大陆在2017年8月都已经跟你说他以后不收垃圾的时候，我们呢拖了14个月才去在法令上面多有规范，但实际上规范的不太好，但是最可怕的是这些垃圾进来臭毛毛是什么，这些是不是直接都是工业的所谓的原料，好，废塑料嘛，那应该也要干干净净的过来啊，但是不是，是很臭很脏很乱，等一下我们有画面给你看，什么东西都有，有尿布，有胰岛板，有碎玻璃，乱七八糟的。如果我们台湾要去处理这样，那你问问回收业者他处理这些，那你给小孩我爱喝啊，对不对，你价钱好我才有被你鼓励，我才愿意花时间去处理这一些垃圾嘛，但是你这些垃圾就是乱七八糟的，如果没有回收的价值，对不对，政府给我钱又差，那我就不会回收，那但是垃圾总不能放在那里吧，好啊，所以呢就会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烧掉咯。好，烧掉很可爱，多可怕啊，因为什么，产生的空气污染，还有呢这些垃圾它会那么臭那么脏，请问没有一些污染的水吗，不会渗透到土地吗，然后你要处理这些还能够勉强处理的，是不是更费水跟电，所以有一些这个媒体啊齁，我觉得不知道是帮政府擦脂抹粉齁，就找了一些看起来有总是有比较友好，就是说啊，有你看我们处理啊这些有的干干净净的，因为我们台湾哦也确实是需要去回收一些齁、哦、这个比如说塑料啊齁、哦、或者是一些纸张啊齁、哦、因为这个有一些产业呢确实是有办法垃圾变黄金的。可是事实上在数据上面显示是更多的业者去国外自己另外花钱去买，那就代表什么，表示你从国外收的洋垃圾真的是垃圾，连回收的价值都没有，到最后呢只会成为台湾环境的负担，所以呢环保团体都出来说话了。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谢谢王玉梅，你有转贴齁，来，今日台警去港抓人，明日港警来台抓你。台湾其实有时候第一个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第一个你觉得别人应该做什么那是你自己觉得，可是呢法令是高于所有人的主观的想法跟想象。香港它也是属地主义，虽然它是香港公民，但是它的犯罪老实讲
第一个市政，哈，所有的物证都在台湾，发生的地方也都在台湾，所以他之前他就没有办法审理杀人罪嘛。所以陈同佳被关就是洗钱跟窃盗而已，所以他已经用他的作为来告诉你，我就是没有办法审的，我就没办法审了，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但是你现在还是怕他栽赃给你，你怕他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中框架里面那个台湾属于中国，会不会想太多？好，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政治判断齁，真的不要太懦弱，政治判断其实真的不太懦弱。而且好，来第二个我们讲，你自己陆委会出来是说，你香港，那你然后等我回应，对不对？我们派人要去香港，我们把人抓回来。哎，真的是太可爱了呢。我觉得台湾的司法人员到底有没有法律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啊？你都知道他没跟你没有司法互助了吗？他怎么可以允许你？你来我的国家，我说一句不客气，你来干预我的司法，我有司法管辖权呢，你凭什么？你中华民国来我香港抓人啊？相对的啊，你中华民国在没有相对别人，你跟自己别人的协议之下，你也不允许别人来你中华民国撒野，不是吗？所以呢，有时候你不允许别人这样，但是呢，你却强行要去别的地盘上撒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啊。好，所以香港当然，对不对？他就告诉你说，不行啊，我香港有我的司法管辖权啊，你台湾怎么可以来我这边抓人？所以啊，我觉得台湾真的让国际媒体哈，尤其学司法的，应该看得觉得非常的错乱吧。好，那你说今天你台湾去那边香港要让你抓，对不对？那台湾把香港下次对不对来你台湾抓的时候，那你有理由拒绝吗？因为全部你们完全都在没有法律基础上，我觉得连这个问题都是假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全部都不可能啊，对不对？没有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啦。那你还号称是一个国家吗？你还有主权吗？别人随便来你这边抓人都可以哦。就是单纯自己的想法，然后单纯好像自己要去别的国家抓人。你今天是在讲香港欸，要不你敢不敢我跟美国都没任何协议，我去美国我跟你抓人，你看美国怎么修理你。这是太好笑的一个逻辑了。好，来，王金发说肺咳家园悲哀，真的用肺咳嗽出来的家园了哈。好，谢陈培培哦，说午安，谢谢你。洪彦霖说，蔡英文已经露馅，失去中华民国主权，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就是让人家觉得如此。好，那么王金发说，法治不可以哈，不可在政治面前低头，真的，法治不可以在政治面前低头，要不然司法的正义怎么 hold 住人权？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其实它回归到最后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人权法治好的一个问题。啊，洪彦霖说民进党政治凌驾司法罔顾人命。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齁。我们谢谢我们的UCC 倩，上位者多是法律人，知法玩法，台湾悲哀。来，下一张图片要给大家看了。这个张善政就在这个事情里面齁说，欸，蔡总统，你的法律真的白念了，难怪有人觉得他的那个博士是假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看又回到那个论文门。而且如果真正要讲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要挺反送中，你知道台湾现在呢，其实可以来讲是没有难民法的。所以香港之前不是有个铜锣湾那个林荣基先生那个老板，你知道他现在在台湾，他还要每几个月就要跑到别的国家去，好，大概应该是每六个月吧，依照我们的法规，还是每五个月，他要先到别的国家，再回来，再继续申请，好，延签，因为没有难民法，他现在没有保障，他还得要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其实对香港朋友来讲是很辛苦。那难民法当然也不能随便的这个修嘛，因为难民法是
一个国家对所有的难民啊，但是你也可以针对，你不是要挺反送中吗？不是觉得这个什么香港我们今日不挺香港，明日台湾会变成香港吗？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针对香港的朋友？如果说民进党政府这么有guts要挺到底的话，我是挺反送中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赶快为香港的朋友们，你是不是赶快就定一个法规针对香港？那应该是不是应该更欢迎大门？因为代表民主自由啊，对不对？最后你连香港的这些难民你都没有办法接受，让他们到处流离颠沛，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可悲。所以讲的时候听起来很呛，但是做的时候呢，看不出霹雳手段，真的是会让人家非常失望。好，对不起，先让电台进广告。11:46，你所收听的是《人民最大声》，谢谢。请问左手香爷爷，我们的长辈哈，椰子比较弱哈，会红会热啊，也有戴假牙啊，不要让他播用。身体比较弱的人，或者年纪比较长的人，他的全身的健康情况可能会不怎么好，他的口腔黏膜会比较容易损伤。我们这个左手香牙膏呢，就是传统的左手香为主要原料的，尤其是长辈的口腔，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戴假牙的长辈们也容易发生这些红肿的现象，那么左手香就是最合适的保健的一个植物，我们就把这个呢放到牙膏里边了。我们牙齿的保护呢，一个最重要的要点，吃东西以后不要让我们的食物在牙缝或者齿间残留，所以我们要清除残留的食物。戴假牙的长辈们，他们更需要用我们的左手香牙膏，因为假牙有可能会摩擦我们的口腔黏膜、牙状、牙床，造成红啊不舒服。每一次吃东西以后，最好要用刷牙来清除食物的残渣。漱口水呢，跟牙膏有相辅相成的功效，在使用漱口水的时候，时间久一点，至少也要30秒以上，并且在这30秒以内呢，要不断的漱口，就是鼓动我们的嘴，让漱口水在口腔中流动，把那些残渣带出来，这样就能更好的清洁口腔。左手香牙膏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左手香这个古老的植物，我们自己办了农场，自己种植左手香，自己萃取，所以呢就保证了左手香的品质。我们也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除了左手香以外呢，我们还用了很多天然的原料，比如说天然薄荷。白芨我们用的是台湾的白芨，不含氟化合物，不含硝酸钾，不含三氯沙，听众朋友们可以安心使用。一道朋友，有到家吹气的朋友，一定要将牙齿顾好清气，令你来较袂牙肿吼，掉个干一粒倒嘞吼。注文左手香齿膏，拢有上漱口水，阿要互大家吼，甲咱牙肿内底油脂吼，甲油互掉，钙互掉，上漱口水，互你出门方便顾牙肿的卫生甲健康啦哦。不含氟哦，不含三氯沙，所以大家会当安心啊使用。注文左手香齿膏，拢有上漱口水，啊数量有限，啊大家爱紧哦。到秋胖提高，空白空空八九三八九三，空白空空八九三八九三，空白空空八九三八九三。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来，快乐联播网，大家所收听的是《人民最大声》，立明行动。现在我是研究，我是安琪。好，现在时间来到11:49，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有些听众朋友说，奇怪，礼拜一怎么没有看到我的节目在 YouTube 上面上传哈？原因是因为我礼拜一因为感冒休假，所以呢，其实就没有直播的现场。先跟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跟期待哈。好，那我们回答这个脸书，因为这个林社先生又出现了，因为上次呢。回答了
这个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哈。这个林社先生就讲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平均薪资是因为啊就业的市场很好，失业少，所以哈那个数字哈其实就会很高。那其实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但是你现在又留言，对不起，我还要再点出来。这个虽然我刚刚已经解释，但是是不是您还没有清楚呢？来，林社先生说，如果先记得他是设的，如果诚信。在香港已经计划，其实应该在香港先调查，再转给台湾。主持人要有司法概念，主持人的司法概念就是因为太好了。因为为什么？犯人你没有审，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用如果，你不能做主观的假设。中华民国已经对陈同佳先生发出了通缉令，他就是一个通缉犯。对不对？他通缉犯，我们就先履行，他来投案，你就依照司法程序来做处理。至于你所谓的如果，没有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查下去，谁知道什么如果？那如果我也可以告诉你啊，陈同佳他如果其实是当天在台湾，他已经来了第四天才杀害他女友。他是如果他是那一天听到他女朋友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是他跟别人的。所以他才当下气愤，那他气愤的点也在台湾啊，所以他当时就在台湾杀了他的女朋友啊，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会连沦落各说各话嘛。那他现在通缉犯了，而且你没有审他，你怎么可以用如果又是先假设说他就是预谋？你这个就不成立了，然后你就用你这个如果要求香港的政府一定要先去审。这很错乱，你知道吗？所以我还希望林社先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希望司法概念清楚一点。好，来沈珊妮说，陈同佳案引起香港反送中的蔓延，让蔡英文捡到枪，那么蔡英文怎么会让陈同佳来台湾投案？由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蔡政府的冷血，然后受害者的正义何在？我觉得从第一个时间你真的可以，就是我们大家真的有很大的失望，所以今天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批判，但是我们就看看蔡政府他后续怎么来处理。但是我先说实在的，他前面的这些政治的考量想象，甚至于那种弃司法于不顾，然后不伸张自己台湾主权司法管辖权的这样的一些想法跟作为，也就是因为已经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愤怒，跟司法界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检察官都觉得说这真的是行政干预司法，对不对？讲白一点就是政治在干预司法，这是来自于这些政治人物的脑袋啊，来自于他们的害怕。原来蔡政府这么怕中国，应该要硬起来啊，你不是最会捍卫我们中华民国主权的总统吗？为什么看出来的只有害怕？你完全不敢接，你用你心中的恐惧去推翻了这个司法独立。好，这样的一个作为，真是觉得太懦弱了。好，洪彦霖说反送中反送台，民进党自掘坟墓。好，我们等着看。好，兰斯特，蔡政府怎么可能行使主权呢？蔡政府根本就是锁国政策，限缩中华民国的主权，把台湾当岛民一样看待，民进党只想中饱私囊。哦，好，尊重你。兰斯特也讲，蔡英文的集权统治还需要跟他们讲道理吗？民进党矮化主权，大逆不道，无法无天。民进党跟他的侧翼组织都是祸国殃民的。唉，好了，尊重你。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好久那个没有听到的一位王姓桃园的这个县议员，对不对？之前不是一直在骂说我们高雄的市长去绕跑，最后他自己也绕跑，跑去新北市选，而且大辣辣在他脸书说：“我今天要来新北啊！”我觉得这是什么心态？批评别人的跟自己的作为，自己绕跑，让你气你自己桃园县的这些县民何在啊？真不知道。还有一个那个
陈柏惟也很妙，对不对？之前要专门选这个高雄市的市议员，最后没有选上嘛。最后呢，反正俨然可以成为这个民进党的侧翼，民进党也给他这很好的机会，所以呢，大家互相合作，而且蔡英文总统都帮他站了台，所以呢，其实哪边政治利益就哪边去。所以你知道，高雄人，我现在的想法是说，吼、哦，还好你也没真心我们爱高雄啊，你只不过是想要当个什么民意代表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也是弃我们高雄于不顾啊。真的，一场选举哦，看清楚好多事哦，哈，对不对？好 ，Kosa 许讲说，通缉犯投案被拒绝，原因是在外面很开心，干嘛要投案？执政党搞鬼啦！好，李文静说，司法只为有权力的总统政党政治服务，真是民主国家司法之耻辱。好，真的有很多的留言，谢谢。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先把这个垃圾的事情，台湾现在还在烧这个洋垃圾，这件事情还是在进行式。那我们的垃圾其实今天只要进来的品质是不 OK。 来，我们看看我们的 PowerPoint 好不好，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要用眼睛给你看到，有图有真相，看到你才会有感觉。好，这个就是最近又开始流传，这其实是去年八月哈，李彦秋那个为你选读，他说大陆宣布停收五大类的这个废弃物了，哈，对不对？那理由啊，他们要非常环保。我们看下一章，来，时间不够 ，PowerPoint 快一点。好，来下一章。好，这些呢看起来可以回收，其实都是非常粗糙，而且是高污染跟危险物品。好，下一章。好，让大家看一看来的都长什么样子，其实臭恶无比哈。好啦，仪表板也有啦，尿布啦，碎玻璃啦，乱七八糟的，真的品质非常差。到最后，来下一张，到最后它只能怎样？它只能烧掉哈。来，日本来的下一张，好，日本来的哦，好。各种说服掉，还有美国来的 PowerPoint 跑完，然后在这个时间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由时间的关系，谢谢大家收看 PowerPoint， 请继续跑完好吗？ OK，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杜特地，你看多勇敢了。